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许，这是我的老媳妇阿丽，这是阿丽的爸爸老岳父。我们昨天接了通知，明天就要去万象办理孩子的护照签证，胜败在此一举。我们这次去万象，就直接如果说顺利的话，就直接从万象坐飞机坐到昆明，然后再从昆明转机。他不听呀。你不坐飞机怎么走啊？骑马，不是。สบายคือกันเอาเงินหน่อยอีกขี่ยนต์ก็สบายแต่เอาเงินหลายขี่รถไฟก็สบายเอาเงินขี่รถไฟ你不是想坐飞机吗？想。还有没有菜啊？没有。咱们这次去万象就不用再返回拉邦了，走去给爸爸买点菜，买点肉。走，骑摩托车，让佳佳跟爸爸在家多买点肉，然后再买点糯米。走。家家跟怕娘，娘怕。娘怕个嘞，不懂吃赖了。吃诺羊哦。老公就跟爹说，今天不买吃赖。今天不买吃赖，让今天过你不干，不你就闹。吃新吃赖，对。新不吃赖。新不吃赖。我你说那路怎么开？来，走。老板来，但是我摸了一个在那。再买点牛肉。奇怪，牛肉都不够。让司令和司令
讲吧讲吧。这么多菜，够他吃两天了。老人什么都要，一人办酒席，剩下来点菜给老丈人，老丈人也拿回家了。不是装不下去，你把这个冰拿出来。你不理喽，他不听，丢了不录。明天丢了。哎呦，听不来了。我听吃不了就不能就不要吃了，丢了吧。忘了，你们了。爸，谁在跟爸？爹妈不放过。爸，那个冰拿出来。我不来。他们冰箱里边老是喜欢放一些冰。你干嘛？去哪里啊？那东尼跟。娘，阿外。跟蛋。不面你带我。从哪里搞的？这是从哪里搞的呀？当你老嗯，什么？爸爸你快马上！谁？温度？知道了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。回忆青春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还爱你青春的灵魂。香茅草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，当你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的影，风吹过来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。这就是我心。嗯，好睡吧，好睡吧。嗯。